也查找了，没吸引到小兵学的意见，没带点蓝学艺。你看我杀人多快，磨磨唧唧，他妈的打个一区地方大师。他那职业选手他妈跟沙坤一样，把把选艾克岩雀凯隐中，沙利打这个太快了，沙利他妈的含金量不一样，那个人肯定没有沙利猛的，沙利他妈很猛的，这种人头你知道吧。这也炸刀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潘森来了。你我不知道你要闪现，你跟我拼反应，你是那个吗？井上老都可以打那个局的，我也觉得不至于扣得那么惨吧。上老打低分大赛是有点出发的，
盘森有大的，不打，他给我信号拼拼，我操了，那我可以越他的，我两个 AE AW 军就他就得死反，在这逛街，等他呀！哎，天哪，真是笨死了，笨死了，真的，玩个逼酒桶，那个逼大脑真是不想东西的。就四十单杀，纳闷，这不就二十个头了？纳闷。弄丑狗搞这种人头挑战很容易搞的。人家 MVP 翻倍。打三四千肯定不能大师啊，那个太夸张了，他这种两百肯定大师起来了，哎，肯定你特哥杀的快啊，打双排的话他妈下路一死死两个，你像我上单对面选个石头人什么的我肯定不好杀呀、啊。这把能杀这么快，我得取决于他选的什么英雄。对面一个 bug， 你如何应对？应对不了。啊？真不好杀 bug 的，跟他对付些不好杀，不过我可以让他跟我对位 MVP， 因为我可以压他刀的，我发育不会差的，
打混子不好杀的弄手。弄手这英雄没位移知道吧。交惨吧。现在交惨晚了。哎呦。他妈的。他妈 W。他不知道炸药桶他妈排队排二十分钟他妈游戏进行他妈17分钟网一的呀，网一的。哎，这把我能投给他的话，应该他算多少投啊？假如这把我是几个单杀，我应该单杀了7次，我单杀7次，他打团死了一次，单杀7次，我这把应该是 MVP。还有超神也算的吧。超神也算的吗？那这种应该加多少？7次单杀。